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汗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崩坏英雄传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官方认证啊 ，T0 最神的阵容，各种最强的手抽神脚啊，有没有都很帅啊？然后什么机甲造型啊，各种超帅气的造型啊。好，那当然还有这个游戏最多礼包嘛，最多的各种隐藏版的福利。然后神脚的搭配啊，哇！然后性感的张春华，魔张春华，魔马超有没有？这游戏其实蛮有趣的，魔真姬，魔周瑜啊，周瑜也可以魔周瑜，笑死！它一样有这个神魔系统的，然后就是什么神陆逊啊，神曹仁，神孙策，神诸葛亮，神郭嘉，神鲁肃，然后神黄忠，神大乔，哦呦，白丝袜不错。那有最强的阵容，最强的官方认证，最强的搭配啊，然后手抽神脚啊，然后可以拿到很多抽啊，转蛋券应该好几百抽起跳，都在这集分享给大家。哦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，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我们就来取个名字了，开局吧。按照惯例，开局会送你特别。哦呦，妹子，开局就100抽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转蛋好像很盛大一样，那给个五星吧。哎，五星赵云，超稀有。开局应该送蛮多抽的，看起来。很像神魔三国志啊！来，我们两只五星，两只打一只。一枪定乾坤。赵云，机甲赵云啊！让我们来选择一角色养一下。来，继续征战。哎，可以开两倍速啊！上面快速，现在最多就是两倍速。除了武将外，出来混。来哟、哦！阵型，新的妹子，冲冲冲！他现在才发现可以两倍速去。旭哥刚才开局就发现了，他现在在讲。他刚才说，可以两倍速哦，哦靠哦，靠！旭哥一开局直接按啊，就两倍速了。他的那个提醒未免也太慢了吧？来，买些经验值。以为要买转蛋券说。轻松 KO， 有点像鬼舞三国那个风格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详细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下方，左下方有个兑换码，对吧？点进来。在画面中间就可以输入了，哎，它要十级啊，所以我们要去刷一下等级，好像快了，再练一下就十级了，一键布阵来，再在一场就十级了。甘宁老师，甘宁的职业是老师，因为是甘宁老师，这是一个早期的那种冷笑话，来。顺便把这奖励领一下。有11级了，可以了。点左上角人头，接下来点画面左下角的兑换码，点兑换码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在画面中间，我们就输这个 VIP， 然后666 VIP。然后666，好，那接下来旁边有这个每日签到啊，每日签到就可以拿到大量的元宝资源，
还有五星角的碎片啊、转蛋卷这些东西。这个界面真的超像鬼舞三国了，然后又跳出一堆东西啊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好友也是可以加一加送一送，就超像的。好，那右上角呢有一个疯狂十连，这个是可以十连抽，它可以一直让你抽到爽这样。那中了一个妹子，王元姬，白丝袜的妹子，十元抽来，中的是祝龙，可以来选，来看一下，中的是甘宁，甘宁老师，哦，华雄，哎、欸，这只看起来好像是里面最好的一只啊，四只，这可以领取。它这边可以一直抽下去，所以这边至少好几百抽起跳了。你们奖励每日也有奖励可以领，好，那就把奖励领一领吧。每日精选、每日福利，这个领一下。哎呦，那个上面那个那么大，来来，这个奖励。这个都可以领起来，福利。这个是氪金的吧？那旭哥是都不氪金的，所以就不会去看这个了。限时活动，然后这个是限，都是限时的。登录有礼，来七天，七天里面呢就有这个隐藏版神角可以免费拿，像是孙尚香五星孙尚香。很香啊，再加上这个五星的赵云。那第七天呢，有自选神角，包含孙尚香、赵云啊，然后黄月英、周瑜，还有夏侯渊，自选 T 零免费拿，这个蛮爽的。好，先来领一下。那开局有一些拓荒的神装，然后战令啊，这个都可以领。没有，开局也会送这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一下咯，抽一下短蛋卷，酒馆这边再来抽，抽抽起来，再抽，再抽，这开局可以拿到非常多短蛋卷啊。来，这个也可以抽一下，好，蛮爽的。这个是奖励。五殿堂身先士卒，还有十星的角色，这游戏可以到十五星啊！魔张飞，他这个也太帅了吧！旭哥最后来分享这游戏官方认证啊 ，T0 最强的神角 ，T0 最神的阵容，所有手抽啊、刷角色啊必推的阵容在这边。首先呢，后期最强的阵容有神大乔的搭配，然后神郭嘉，这是神队的神陆逊，然后神孙策都是神啊，超神，神诸葛亮，再加上魔真姬，五个神再加一个魔真姬。神魔的阵容，这边有讲，透过神孙策大招带来极强容错率，然后无需追求极致的速度，只要保证核心可以稳定出手，就可以秒杀对方，最暴力的阵容。那接下来下一个阵容也是后期最强的阵容，有魔关羽，魔关羽他是这个机甲造型的，然后魔张春华，然后魔吕布，哇，吕布也是 T0最强的神角啊。版本最强神，然后这个魔张飞都很帅、欸，都是魔，然后这长了机器人造型，神诸葛亮，还有魔真姬，那魔族战士呢？多核的魔阵型，神魔阵型，魔关羽高爆发，魔吕布高生存，那魔张春华呢是战士辅助，嘲讽武学，然后可以控制，然后可以斩杀收割，还有这个群控，真伤斩杀最强的阵容，好。
这个就是官方认证 T 零最神的阵容，分享给大家。那要刷手抽啊，手抽也可以刷到很多神角，然后转蛋券啊，都实际玩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的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